啊，咱台中南平宫宝台库拢真踊跃。啊，今年呢比过去搁较踊跃，啊，较有加差不多三倍诶，即个即数目，差不多三千几份，啊，拢啊，就大家呢知影即个道理，补助自己的财库，啊，同时呢多做一个啊布施的活动，啊，这样自己的福分越来越多，财富越来越丰富。那所以就南天宫这边很灵验，所以我想说就是来这边补财库，第一次来，对，这个时间算是蛮重要的时间，他们这边补财库是蛮重要的时间啊，所以我想说就是让自己可以多存一点钱，对，是人家有说就是今天是一整年当中最适合补财库的日子这样子，我就是上那个官网看到的，然后就是有蛮多人推荐，所以就来这里，就是希望事业可以更顺利这样子，对。这个时候来选择中原社霞追这个日记来做这个普渡啊，大家来做宝台库啊忏悔啊，来重新。来自己加强自己的财库，这是最好的一个最大的一个力量。